谢谢，欢迎孤独与我为。就想到最后自己开个店嘛。MS 流失挺多才艺主播的，我觉得都被喵波耽误了。回不到 MS 讲解的时候，然后呢，我们都是在喵波一点一点成长起来的主播。虽然说就是咱们喵波性感主播可能太多了，但是呢，还是坚持吧，坚持自己的一个初心吧。我觉得，想想当初自己直播是为了什么？对，没错，就是钱。我可没说到就是死了，可是你说呢，听着好像人家死了一样。他最后那段时间，欢迎天昏地暗，欢迎皮皮。喵波的兴致越来越远离初衷了。喵波，那你觉得喵波的初衷是什么？我觉得喵波初衷就一直是这样子啊。对呀、啊，他没有主打说才艺主播什么之类的啊，他还是主打说跳性感跳舞主播呀。老公就不一样了，相反他听见了能打到你，他不肯打你是吗？你可别说我说他坏话，我可没说啊。现在都是流传黄波，都是彩播吧。现在那天我学到个词儿叫做彩播，就什么是彩播呢？他就黄播是直接在直播间就大秀的叫黄播啊，然后彩播就是在直播间不秀，文质彬彬的，然后下播给你们秀的那种。这软件应该封了。哪个软件啊？喵播吗？那时候你就是安安静静的唱歌啊。到后面云霄老大看到就知道后面开始跳舞。对呀，你觉得你作为一个老大你不会让我跳舞吗？有热门，免费的热门，能给家族带人气，一天跳800回你都想让我跳啊。而且现在唱歌已经是没有热门了，你知道吧？以前唱歌还能有一个热门，我当时是一个唱歌热门，一个跳舞热门，现在唱歌已经是没有热门了，不让上热门了，只有跳舞才让上热门，上那个热一热二。对，你想想这待遇，你让我们唱歌主播怎么混？然后唱歌主播已经不算是才艺主播了，跳舞主播才算。哎，难啊，做个正经主播咋就那么难呢？明儿我也去做彩播去。欢迎何惧。哎，你之前叫什么名字呀 ？Super Girl。还有，欢迎我的傻老公，你们之前都叫什么呀？你们改名字了，我一个都不认识。老公不允许。你讲话太可爱了，欢迎候鸟。你讲话太可爱，你们怎么都没睡觉呀？这个点儿，好晚了，好晚了。哇，好多人直播呀，五个人直播现在。现在咱们家族五个人直播。欢迎楼哥，这不是想我宝贝琪琪了吗？你之前叫什么？傻老公，你之前叫什么？我今天眼睛好难受啊，马上晴晴就来了。你这么花心，一会儿琪琪一会儿晴晴的，还有没有红红啊？还没有红红丹丹啊什么的？欢迎小熊，六七点小黄文，什么鬼？欢迎明晴，我一穿黑色衣服就曝光，这个脸上就光线特别亮。举一只手上来的话，能够稍微减少一些曝光。欢迎小朵，欢迎陈冠希。然后手放下来的时候，哦，九个小铃铛都能炸，九个小铃铛都能炸，什么世道这是？他们俩马上上播了，琪琪，好说的不是我，还以为你说的琪琪是我呢。欢迎橙汁儿太甜，欢迎小野狼。哪有那么多红红丹丹？
不是这个点上播，四点钟上播。哇，四点钟上播。那他一般什么时候睡觉啊？欢迎红。我一般是这个点下播，然后就吃点东西或者是休息一下，等吃个早餐就睡觉了，睡到下午，下午再起来吃个饭，然后继续化妆，化妆完直播。嗯，我明天可能我起不起得来，我想去把网络弄一下，但是现在网络好像又没什么问题，我今天晚上电脑连网络都连不上，很烦。我这个生物钟怎么了？我这生物钟怎么了？那他们现在四点起来播，四点起来播，那你不是你能接受得了啊？我的你就接受不了，四点播的话得三点钟化妆吧？嗯，三点钟化妆，那他们什么时候睡觉啊？他们这个生物钟更受不了吧？欢迎诺言。就是晚上睡觉是吧？晚上睡觉，然后凌晨播，挺好。反正总要有个睡觉。你们都睡着了吗？文君、长袍、苏波哥，你走了吗？